是比我好的，他一定下次出租嘛，应该是没想到。连到时候他的那个很 BTO 之后呢，他就有很多设施，就是有电，有商店啊，有对应啊，所以他就变成更加齐全。Yes.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plus point 的是吧？将来几年就会比较长啊，就是说他这两三年来讲他会比较长，因为他现在在建地基嘛，通常我们有建筑物的话开始要建地基会比较最长是那时候，但是到后来面的时候就是做 Lego 这样子嘛，他天天上去的时候那时间就没有这么长，所以我们每次知道很快很就会分，但是好处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好像是我们可以，我再压而已啊。Come on.